惊，无你嘛讲，你那俗诶。好，啊我卖你，毋是呢，要阿爸诶，要叫因小妹仔互伊免钱诶。啊，迄种诶，逐个来等来，因旧厝咯，吼，祖先着去拜啊。啊，尾啊，甲因小妹仔告讲是偷窃，啊，我约三骹我进足侪火，甲放火烧掉诶，是猫讲咱这无效。别来讲。你把东西密件无开，我讲我从来不会听你。嘿嘿，袂听讲。我从来关门。我若无开，我嘛袂去听。哎，连我大哥都弄个袂听我食，我无给你听哦。可是我今天吃，那什么密件？很好吃。嘿，一斤好贝，一斤好贝。哇，这根，切掉。我喜欢那个这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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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吃巴辣咯，安尼有冰啊！哦，安尼凉凉才好吃。但是，那是你处理的吗？对啊。是外面的玛利亚处理的。我处理的啦，我甲提电动口。很慢的呢。我甲提电动口。这真很慢的。哎，我从来不吃，我很爱在外面街上。哎呀，这好吃，这有甜。第一个我就不会，我自己不喜欢吃啊。第二个我觉得买个面店，有人会吃吗？我安尼想啊。哎，蛮好吃。白好食哦，这种我逐工吃的哦，很有甜啊。哎，吃芭乐脆真甜哦。上好芭乐脆，就是伫做甘蔗的啊。伊甲我讲，伊讲，哇，甜，我感觉我替你做的呢。好食。两个变好朋友，我要去载你进前，就是伫伊个家庭外口啊。啊，那开工我那看飞机啊，用啊，你看，用带朋友要来，我等下吼，李龙啊飞过，我来进来。啊，你食人客。我就是徛伫遐看看，李龙啊飞过，我啊人来啊。他打算给我吃，我就说好，我就说你一定要来，我说对啊，好，我不骗你，我就告诉说我一定要找时间去，哎，真的，我很想去。人家爱吃头，侬来听听，侬听。啊，后摆你要办哦，侬十一月来。十一月来算阁无共啊。算好有缘来，种天气还凉着，无是热个。哦，无在热个。热热呢。嗯。啊，阮这边来共早就风台来个。系啊。哦，迄几个。哈哈哈。好，呼呼呼，三月半下呀。对，你讲得对。嗯。我好。超辛苦。嗯，对啊。去问一下。我即摆一冬尔吼，吼，一挂网络的，迄若有咧看金门的拢，我出去我唔捌伊哦，伊拢捌我。哈，吴律师就是你哦。啊，你就吴律师哦，啊，迄拢你的广告。无啦，不再跟你讲歹势，你莫叫我吴律师，我老律师。啊，我是老律师。迄当阵，阮朋友咧开迄个酒家，哦，我又练到身体外用啊，迄只干股东，哦，做经理，我逐工嘛去，我去拢开讲啊，毋是去看小姐拢。拢伫遐开讲。嘿，拢伫遐开讲，我练到外好，结果嘛第一名，练到最好拢翘起，比我说少年甲四十几岁翘起啊。是哦，我安尼嘛算第一名。第一名，我人哦，还有迄个名。我看那么开心，我觉得说要看几个钟哦，喜欢你就好。我的座右铭我就写：人生不留白，但留爱两字，家己会使改在人间。我的座右铭。然后呢，再转去哦，若无代志，我传讯息，晚上。然后呢？後很重要，随时要有这种随身记录器，记下快乐的那些内容。阮大姊挑起，我咧甲阮。啊对吼、哦，你顶几工吼，我就看你咧肯定记录啊。我。你是亲姐姐。亲姐姐啊，啊我咧甲阮。啊，你敢要转去？我已经长老，迄落啊告别式了，我袂转去啊。哎呀。因为啦，阮这姊啊吼，伊就是脾气无好，啊吼，偌趣味的。过年时啊，啊有哦，因两个囝，阮两个囝，啊，阮搁一个儿子嘛，两个囝，啊，阮咧包红包，马上一轮就知道，哇，阮做个大姐家嗨，啊，阮对因个囝包偌济，伊才包阮偌济，啊，结果，哈哈，啊，马上破功，啊，阮个姐啊，你这银行上班的哦，看起来很重，对。啊，去遗传了阮老爸的个性，所以人生没快乐。阿爸，我要交一元酒店的那个保费。嗯。我今天考阮姐姐，阮姐姐我哥哥很省，你知道吗？我哥哥吃的那一餐哦，就是第一次吃这么五星级的，念念
不忘，念念不忘。嗯。我又再打电话给一元酒店的那个经理啊。对啊，一元。因为我买是那个员工价。对哦，还小。七万。七万。你讲是几万多人啊？如果加了。嗯。几千块，哦，九百多。啊，我办过，我问过我的，我问过我的，你赶紧开始我去买，我说好了，完了。哎，一元酒店，我搁问你加了。我觉得还好。没有，我要讲记啊，我那家族我的乡。因就讲要包，白包白偌济，啊，尾后笑容，生前对他慷慨，比身后对他，对他慷慨好多。对啦，你慷慨都囡仔提去啊，不是家己的啊。身后慷慨，伊看袂到啦，生前慨慨。啊，不过，我刚看你，FB 安尼，你的意思敢那是恁几乎应该是解脱，感觉。本来解脱，阮只要皮皮阿摆。本来解脱，对啊，你讲的意思跟那是以前恁姐夫解脱啊。嗯啊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其实都会不舍啊。其实人哦，啊没有啊，因为哦，在生之前要是观念好，就在离开之前，他会把很多快乐的事情会散播出来。对啊、我还有一句名言，千万不要把爱带到天国去。你把爱带到天国去干嘛？你干嘛要拿这样砸三花几过的样子啊？你赚钱了？你看你了嘛？我问你。我问你嘞，你赚钱了没得啊？我赚钱啊！我感觉我赚钱让别人快乐的啊。哦，这组啊，名言。好伟大！在脸书要贴。好伟大！今天的画面我有录下来。啊，这个有，为代表阮老家讲这句话，更加好用。真的啊，阮老家讲啥物？嗯，我跟你讲，我赚钱干什么？赚钱留遗产。然后以后，安尼我问你，你安尼你讲？好，我开始拿牌名对吧？我真趁钱少。